學生對個人、社區和所處環境的問題和需要的觸覺，引發學生學習 STEM 相關科目的興趣，培育他們的創意、協作和解難的能力。教育局總發展主任韓欣女士，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社福部部主席何成教授，我們的本校校監李錦昌博士和鄧志剛校長，本校的學生黃心理和李健光李健今天都來到了。行事兼門病也都榮我顯特意 ISEM 二等獎，再次揚威國際，並且獲得天文學聯盟小行星的命名，其後更加成為首名的中學生獲得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的金獎。最後讓我在這裡代表全體的教職員歡迎各位莅臨，我亦都衷心祝願琴中的 STEM 教育更加能夠回應社會和教育的需要，幫助同學發展潛能。更加重要的是要保持我們的創意，科技的發展和創意永遠都是相輔相成的。買了那些東西回來呢，我老婆就會拆了 menu 出來對著來做的，我不會的，我是會看看哪個洞在哪裡，那些螺絲釘在哪裡，我就會摔下去。真正的 lab 是24小時運，大學的 lab 都是24小時運，你開不到24小時都開多幾個小時給小朋友進行啟用儀式，亦都請負責駕駛太陽能車的同學就位。剪彩儀式開始，我們一起倒數，3、2、1。今天是繼我們學校慶祝30周年校慶之後呢，另一個很值得感恩的日子，就是我們本校歷年呢是最大金額的單一工程的啟用典禮，就是 STEM 創客共享空間。這一把小吉他看似普通，但實質非同一般，它是我們同學親手製作的，可以說是滿載著我們全體的師生的心意的。首先有請韓建欣女士接受感謝狀及紀念品。歡迎各位大家來到這個中華基督教學院訓練中學，我是鄭家樂老師，都是設計科的主任。咁呢可能我哋第一位嘅師姐啦，中學其實喺香港都好大嘅，係老師責任嘅，就係啲先生。咁佢當年亦都攞過好多獎，亦都責任上嘅。咁另外我哋在座有好多啊，陳元光先生啊，佢當時咧都係喺度啊，亦都有我們都是給大家討論、分享、分析的去想出來的嘛，或者呢你見到現在在三個區域裡面我們展示了這麼多個機會，或者一會兒我們還會慢慢介紹這裡每一樣的裝置。其實我們有個主題就是自動化，很多都是自動化，剛才這個拉落這個是另外一個環節，
特別咧，真係會有好多自動化。亦都大家都見到咧，我哋添置咗好多新嘅器材啦，包括 3D 打印機啊、各類嘅機器等等。咁其實咧都係一部分就係讓我哋學生圓夢咯。啊，有位同學啊，黃少峰同學，佢啱啱發夢諗咗出嚟嘅啲管風琴嘅琴鍵打印好咗。喂，少峰，你個夢想已經打咗出嚟咯喎，打印咗出嚟啦。但係佢打印出嚟。都係冇整上嚟幫我哋揾廠商啤出嚟嘅咁靚，我哋就咁咁有分別啦。呢個係因為 3D 打印機，只係話做原型啊嘛，做 prototype 啊嘛。我哋咁我之前咪俾咗一紮俾你嘅，你放咗喺邊啊？我哋已經砌好咗啦。哇！砌好咗添啊！不如等我彈俾你聽下。我攞啲球嚟啦。砌好咗個琴鍵喎，你仲將佢連接埋 MIDI， 有埋聲音出喎。係啊，不唔不難啊？你覺得？一手要分架曬，我哋之前整個鍵盤放編輯一樣完美，都係由鍵盤控制 MIDI 嘅信息，同埋接收 MIDI 嘅信息就會音樂噶啦。呢個同我中一嘅，我啱啱有首歌，不如你俾你聽下。好啊，好啊。製作呢個其實個鍵盤都係由佢親力親為，老師只係負責指導嚇。咁而且當中佢哋唔單止學習到硬件嘅，你見到咧，佢頭先話乜嘢？佢自己輸入首歌嘅。咁輸入首歌其實即係咩咧？其實都係編曲，音樂都係編曲。咦，鄭 Sir， 我啱啱叫咗錦上嗰個豎琴出嚟改造，我想將佢改造成自動化樂器。哇！佢仲有新點子㗎嘛？佢見到做到呢個鋼琴出嚟，佢仲想做多。所以佢嗌我買咗部咁嘅豎琴翻嚟想。係啊，鄭 Sir， 我哋跟住你呢度教我哋點樣將佢編啲鍵出嚟。我哋整咗個雙把嘅底座啦，同埋自制咗一個吉他嘅皮俾佢啊。我哋俾翻校都係想做夢，我想有一個電子嘅大樂隊，佢哋幫我，或者佢哋自己都喺度練緊夢。事業派幫我攞啲螺絲過嚟，喺我嗰度，真係點樣開螺絲轉位？我梗係知啦，你張電容咁。喂，你換手咁快，慢慢行，呢個工場嚟噶，跣親啊，撞到人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做咁快啊！我哋裝埋呢個螺絲咧，咁樣將放個電就可以。我整翻架太陽車啦，可以開幕禮嗰陣用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可以幫我拉嗰個空中空電台入去放個。好啊，好啊，得。哎呀，大家可以借借喎，為咗拉空中空電，開神。係，你攞個手機。喂，你用手機開。我因為咧，我哋諗過啊，即係如果喺地下酒店線咧，頭先嗰個同學咧跑到咁快，真係會傾親。所以空中供電咧係必須嘅喺我哋嘅工廠入邊。咁而有咗空中供電咧，真係會幫到佢哋更加容易啲完成到佢哋嘅工作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試下放電咧，咁啊試下。係啊，得唔得先？試下音先。你留意啊，咁細都話。係得啦。哇，好似都係第一次見到佢得嘅。頭先佢哋整咗好耐嘅測試啊。好啦，收工咯喎！其實做翻入去啊，收工啦，我收翻呢個。收啲工具先。阿仔收翻呢個。收埋呢架。我哋咪吹錯咗啊！唔得嘅。係喎。快啦，快咯！做乜事啊？四間又幾錢？點解啊？喺呢個位置咧，真係咁樣同我哋一齊生活，咁樣學習嘅。呢個位唔係我哋吹水，唔係裝出嚟嘅。咁所以我帶嚟咗咧音樂嘅元素喺度，呢度。大家都見慣咗，將音樂咧科技咁喺呢度咧，你會發覺咧，我會喺中一咧就教佢哋做拇指琴啦。中二咧，我哋就將呢個 3D 打印咧就結合咗落嚟，就係一個吹管樂器。咁而中三咧，我哋就做個最難噶啦，就係一個背弦嘅樂器，係一個小吉他。頭先咧，嘉賓已經接收咗我哋嘅學製造出呢個嘅。第二個螺絲式咧，我哋裏面咧就包含咗真空吸濕嘅模具啦，智能嘅萬向車以及智能家居，智能家居更加同我哋社區嘅連接可以大嘅，
最後啦，讓我哋咧用我哋自己生產嘅調法樂器，同我哋生產嘅人手做到樂器演奏。有老師，有同學，亦都有電腦教。